那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鲍勃，我是韦恩。在东京总是吃腻了饭店的早餐吗？今天我们要来推荐在东京可以吃的五种早餐的类型。那我们第一种要来介绍的是传统的日式和食早餐。我们要介绍的这家店呢，是位在御茶之水的 Yamano Ue。日式早餐真的是太丰富了，它这边有烤的鲑鱼、玉子烧、生鱼片，然后蒟蒻，再加上旁边有超级多不一样的小菜，这边还有一碗煮物哦。主食的话还有稀饭跟白饭可以选择哦。这应该是鸡团子还是？这肉超级硬的。好好吃哦，这个鸡腿。鲑鱼闻起来就很香。嗯，好日式啊，有种日本人的感觉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第二家跟第一家的日式和食早餐是完全不一样，是一家面包店。这一家位在涉谷的里弄面包店啊，它是日本唯一使用了里弄法国知名面粉的面包店，而且呢，它最厉害的特色啊，就是它有高达八种超级高级的果酱，可以任你涂抹哦。这个应该算是我史上看过最丰富的早餐，卖相超好，来试试它的可颂面包。面包啊，不会太干太硬，而且非常的蓬松，然后可以吃到它的奶油味，很香哦。酱料的话，我选择的是蜂蜜哦。这蜂蜜看起来好纯哦，好像那个小熊维尼的。对啊。我们来直接淋淋看好了。哦，不得了，这感觉非常的香醇。天啊，它的蜂蜜，哇！它的那个蜂蜜的纯度啊，如果平常吃的是假设50%好，这真的是120%。你光看它的颜色就知道，那它那个香啊，跟浓的纯的程度呢，也是平常的大概2-3倍以上。搭配它这个杂粮面包有一点谷类的香，我觉得超级好吃的。它橘子酱真的超新鲜的，还吃得出那种橘子酱一点点苦味，我觉得好吃。我们接下来要推荐厚片吐司加咖啡的和洋式早餐。这种被称为和洋式早餐的食物啊，在日本其实是相当受欢迎的。这是我点的 Morning Concept， 然后它就是一个奶油的烤吐司，然后还有一杯热的拿铁。点的是 cheese 厚片吐司，它的吐司啊烤得非常非常的酥脆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浓浓的 cheese 啊，哇，真的是绝配，好好吃哦。那我们第四种要介绍日本连锁牛丼店的早餐。真的蛮猛的。我点的就是最传统的，还有一小碗的牛丼，然后这个算是把生蛋打进去拌饭。拌一拌，就可以来日本体验到算是蛮传统特殊的简单的早餐。
那我们最后一种呢，来介绍是最方便又最快速的便利商店早餐。没错，便利商店的早餐就是适合出国旅行的时候不想花太多时间吃早餐，想要直接出去玩的朋友们啦。我们就也准备了便利商店的早餐来吃一下啦。我这个是面包，我的是星子明太子的饭团。其实就跟台湾的就是便利商店面包差不多啊。我还没吃到明太子，那我就先喝一口。优柔，甜甜的，蛮好喝的。好，这就是跟玉饭团也差不多啦，蛮符合我们的就是诉求，就是吃一吃，然后赶快出去玩这样子。对啊，省时又有时候也蛮省钱的。对，然后便利商店的奶茶好像还蛮多朋友都喜欢来日本，然后尝试不一样的。然后我这个是牛乳屋所做的红茶拿铁。对，就喝起来像那个澡堂里面喝到的那种牛乳一样。很纯，然后又不会太甜，这款还不错，推一下。好，以上就是东京的五种早餐介绍啦。我是鲍勃，我是文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